大家平安，我是潘孟安。各位阿公阿嬷、母母、孩子们，记得持续做好防疫。大家宅在家，也记得要运动。这次我们又增加了进阶的课程，陪伴大家健康不间断。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下午4点半到5点半，准时收看关山平南有线电视3频道，继续动起来。同时要提醒大家，现在虽然是2级警戒，一样要戴口罩、勤洗手、不群聚、保持社交距离。去据点或文件站，不能忘记防疫哦。好啊好啊，准备要来运动啊，开始。长辈收看今天的运动节目，我是瑞塔老师。那今天呢，有三件事情想要请长辈来协助我完成它。第一件事情呢，是先注意我们的前后左右旁边呢有没有其他的障碍物会让你们撞到或者受伤的，影响到你们的安全。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的运动服装部分，一定要帮我穿着好，才可以展现你们良好的活动度。最后一件事情，保持你们的微笑，完成这一次的运动，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今天的运动总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暖身，第二个主运动，最后一个为收操的部分。现在你们准备好跟我一起，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屁股坐椅子的一半，调整好自己的姿势，挺胸不驼背，准备右脚前踩，跟着音乐的节奏打拍子哦。手肘往后绕，肩关节如果不舒服的，轻轻的小小圈就好。继续哦。准备，双手往前喽，4、3、2、1。保持呼吸哦。准备，右手出拳，保持呼吸，看前面哦，眼睛直视前方。最后，4、3、2，准备画圈，调整呼吸哦。记得第一个动作吗？不记得吗？准备，双手往后绕，第二个动作记得吗？往前，再来呢，右手出拳开始，你们有跟着做吗？加油哦。准备，双手绕圈，记得第一个动作吗？最后一次了，双手往后，往前，准备右手出拳，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准备绕圈，很好哦。接着要原地踏步，准备休息一下，4、3、2、1，休息。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组循环了，原地踏步右脚，轻松摆动就好了，身体保持中立。接下来双手打开往后绕，有跟上吗？
第一个动作吗？双手往后绕咯，三、二、一，往后，很好，记得哦，手平行哦，准备，双手往前哦，四、三、二、一，往前，很好，准备拍手咯。举菜动作，菜市场都需要提很重的菜，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动作，很简单很轻松。还没有开始动的，记得椅子拉过来跟着我们一起动哦。继续哦，加油！双手往前推，刚刚。继续保持双手平推，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往前往前，加油哦，四三，准备擦玻璃擦玻璃擦玻璃，很好哦，眼睛看前方就可以了，很好，继续保持，四三，准备出拳，右手左手右手左手，保持动作，加油！右手，左手，脚不要忘记了。膝关节如果会疼痛，不需要把脚伸这么直。加油，继续加油哦！我们要回到第一个动作喽，提菜的动作。四、三、二、一，提菜。动作，提菜，提菜，好，继续保持身体坐稳哦，准备往前推，很好哦，准备擦玻璃，很好，加油哦，准备右手出拳。原地踏步右脚，接下来我们进到最后一组动作了，我们先慢的开开合合右脚哦，准备四三二一，准备右脚开始，
合再来开，开合合开开合合，习惯了吗？准备加快速度了，加快速度，脚要抬高哦，很好，脚要抬高才能提升你的肌肉哦，加油。准备进入下一个动作 ，A 字步，待会脚往后踩，四、三、二、一，踩踩合合，很好哦，都很棒哎，都有跟上，加油哦！习惯一下动作，有感觉脚开始酸酸的了吗？如果有，就代表你做对喽。回来，很好，听一下音乐的节奏，踩踩合合，很好了。准备进入第二个动作，准备往后，后踩，回来，后踩，回来，很好哦。有在偷懒的吗？记得要继续跟着做哦。第一个动作，往前踩。准备加上手咯，准备下一个动作，四、三、二、一，往后，很好。待会前踩我们就要加上手咯，哪一只脚出去，哪一只手就跟着出去哦。准备，四、三、二、一。很好，准备要往后咯，保持四三二一，往后下下拍拍，很好，保持哦，有感觉脚很酸了吗？一下咯，原地踏步。接下来我们进入主运动第二个部分，记得先帮你们的椅子都先移到旁边，确认一下自己不会撞到之后才跟我们开始运动，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有不舒服的可以先到旁边稍作休息，好了之后再回来跟我们一起运动，准备好了吗？准备开始咯，准备原地踏步，右脚开始，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哦。目前还好吗？刚刚暖身有没有让身体更热起来的呢？暖身主要目的提升一下你们的身体活动量，加油，增加我们关节的活动度，提升我们待会的运动势能哦。待会第一个动作是我们刚刚有做过的 V 字步的动作，双脚往前踩，还记得吧？等一下准备开始咯，继续原地踏步。第二个动作呢是我们的后勾脚的部分，待会都会做动作的提示，加油咯，准备四三二 V 字步，蹲蹲上上，加油哦，保持呼吸，身体不要太刻意的晃动，保持中立就可以了，继续哦，准备要进入第二个动作，后勾脚，待会我们的左脚先勾，四三
必须保持。回到第一个动作 V 字步，让身体有点下楼梯的感觉，下下上上，很好哦。准备第二个动作后勾脚，四三二一。记得第一个动作吧，已经复习要第三次咯。准备 V 字步，四三二一，很好哦。准备后勾脚咯，四三二一。准备 V 字步，很好哦。后勾脚 ，V 字步。继续哦，原地踏步，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第三个动作哦。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第三个动作，原地踏步，右脚开始，身体要保持中心线，不要歪来歪去咯。待会我们进入第三个动作，往右边走两步，点一下，准备咯，四三二一，两步，一二三点，换二三点，手自然摆动就可以了。轻松的动作，保持呼吸哦。越简单的动作，笑容越不可以不见哦。加油！待会准备前点，右脚，很好。手自然摆动就可以喽。也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待会他们两个会合并哦，两个点点，很好，待会记得是右脚往前点哦，四三二，右脚，很好，加油哦，继续保持。好了吗？准备哦，右边两个，点，点，很好，保持呼吸哦。准备前点，三、二、一，点，左、右、左、右，很好，继续保持哦，加油，四。二一两个点点，很好哦，有跟上吗？脚还没打结吧？准备前点，四三二点，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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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准备原地踏步咯，四三二一，目前还好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把四个动作都合在一起咯，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笑容不要忘记了。准备 V 字步走，很好哦，继续保持，身体要记得保持在中立的位置哦，后勾脚，膝盖不要锁死哦，有一点微弯，才不会对我们的膝盖有太大的负荷。准备，右边两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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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要前点喽，右脚先哦，二，一，点，右，左，右。左右跳得很好哦，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四三 V 字步，很好，下蹲下蹲，起来起来，目前还好吗？应该都还行吧，后勾脚，
开始咯。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记得先到旁边修复休息一下，身体 OK 了我们再回来哦。准备走 V 字步，很好哦，继续保持身体下蹲下蹲下蹲，回来回来，四三二一，很好哦，记得吗？右边两个，准备走，点点点，最后一个动作前点，我们这一轮动作就结束咯，坚持一下，快结束了，四三二一，很好哦，动作结束了，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完成这一轮动作呢？准备原地踏步，休息一下，准备进入下一个动作咯。待会第一个动作，侧定步，右边开始，四、三、二、一，右边。点的那一只脚往脚轮的内侧哦。很好，继续哦。保持呼吸哦，千万不可以憋气。不要太专心做就忘记呼吸了，憋气的话容易造成血压升高，要记得哦。继续保持，待会我们准备要麻花步咯，四三二一，麻花步，点，麻花步，点，点，熟悉一下动作，点，很好哦。继续保持，待会我们要做前点的动作咯，四三二一，好，简单的动作让你们稍微休息一下，手自然摆动就好，别跳到边跑吗，往右边哦，很好，跳起来年轻20岁。接下来我们从头开始喽，还没哦，四、三、二、一 ，Go， 很好，继续保持啦，一样继续点，熟悉一下动作，点，踩点，踩点，踩点。记得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吗？麻花步，很好，准备四、三、二、一，麻花走，一、二、三，点，很好哦，继续哦，呼吸不要忘记了，非常重要。那第三个动作是什么呢？很好，准备右脚前点。点，很好，最后一个动作还记得是什么吧，年轻20岁的我不可以忘记哦，四三二一，走，很好哦，身体一样不可以太过歪斜哦，这样就太夸张了，不用，这样就可以了，继续保持哦。刚刚的四个动作还记得吗？我们接下来把它们全部组合起来咯，试着跟跟看，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准备四、三、二、一，走。很好哦。继续保持，身体保持在中心线哦，不要偏移咯。继续哦。第二个动作，麻花步，三、二、一，走，点，
忘了。休息的朋友可以站起来哦。准备喽，要前点喽。4、3、2、1。脚步往前点，有跟上吗？调整回来哦。待会儿要继续重头喽。右边开始要两。侧定步哦，都各一个，走，很好哦，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跟上节奏，听一下节拍哦。第二个动作记得吗？麻花步，准备，4、3、2、1，走。还记得吗？下一个动作，前点，准备前点，很好哦，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待会做最后一次，就进入我们休息的阶段，再准备下一个动作喽。准备，4、3、2、1。记得哦，不要把自己绊倒了，要脚踩稳哦。准备前点，4、3、2、1，点点，右左右左，很好，你们都完成这个阶段了。那我们准备要休息一下，原地踏步，右脚右脚，借由踏步缓和一下自己的呼吸，准备休息一下哦。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第三组动作，一样我们先分解动作咯，先原地踏步，4、3、2、1，原地，右脚开始，右右右脚，左脚，保持呼吸哦，调整一下。待会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先做踏步的动作，踏定步，两边各一个就好。保持身体中立的位置，身体不要偏移哦。继续，很好哦。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动作呢，还记得是什么吗？记得吗？V 字步，很好。准备咯，待会一样，右脚先踩，4、3、4、3、2、1，右脚左脚。是啊，蹲蹲上，蹲蹲上，好。待会呢，我们一样从头开始喽。记得第一个动作吗？侧并，走，好。Double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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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后勾脚。后勾，后勾，后勾，很好哦。记得最后一个动作吗 ？V 字步，准备，4、3、2、1，
的呼吸，我们要再重跑哦。准备，调整哦，四、三、二、一，侧臂，很好。记得哦，靠近这只脚，要去找另外一只脚的脚内缘。准备 double 两个，点两步踩点，很好。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后勾脚，准备，很好。保持一下自己的呼吸哦。准备 V 字步，四三。继续保持，从头开始，侧臂，很好，继续哦。试着把手给我，右手，左手，拍，拍，右手，左手。手，好，掌声。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很好。右手，左手，准备打火喽。调整一下接上就可以了，接下来把手借我，往旁边绕，擦个大玻璃，很好哦，眼睛看向画的那边，很好，继续哦。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接上我们的 V 字步，有没有感觉哪里怪怪的？怎么会是 V 字步？接我们下一个动作，我们的后勾脚倒数第二个动作喽，四、三、二、一，很好，保持顺畅的呼吸哦。试着从上面抓东西下来，双手借我，抓抓，关窗户，加你的窗户，下面下大雨把窗户关起来，把窗户拉下来，手下拉的位置平行就可以了，平行就可以了。V 字步，很好哦，记得前面的暖身吗？双手打开，拍两下，四、三、二，双手借我，两下，很好，恭喜你们完成这一堂了，你待会准备休息一下哦，四、三、二。终于完成这一层的课程，待会我们继续哦，休息一下，再马上回来哦。目前还好吗？我们接下来准备进入主运动最后一个阶段咯，加油，再坚持下去。我们先原地踏步，右脚开始，右脚，右脚，好哦。大家表现都非常优秀，记得呼吸不要忘记，调整一下，听一下节拍哦。
字步倒过来，再接 V 字步，再接后勾脚，最后接踏点。待会都会做动作的提醒，不用担心。准备了，第一个动作是 A 字步，待会右脚后踩，四、三、二、一，后后前前，很好哦，后后前前，脚要踩稳哦。不要这样子只垫脚尖哦，不行哦，脚要踩稳，很好，继续保持哦。熟悉一下动作，继续，要准备接 A V 字步咯，继续 A 字，准备 V 字咯。有跟上吗？脚有没有打结？现在跟上都还来得及哦，加油！这动作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从暖身开始到刚刚都有做过这个动作，继续保持，加油哦！还记得第三个动作吗？后勾脚，准备，四、三、二、一。如果可以的话，把你的后脚跟踢到屁股，踢得到吗？记得要站稳哦，让自己身体有一个缓冲的感觉，不要都直挺挺的，有一个缓冲，加油哦！最后一个动作，准备踏点，很好，这个动作有记起来了吗？都非常简单。接下来我们回到第一个动作 A 字步，准备走，很好，往后踩，脚踩稳哦，很好， A 字步，很好，记得 A 字步身体要有下蹲的感觉哦，加油，后勾脚，记得脚跟踢得到屁股的话用力踢下去，准备踏点开始，很棒哦，都有完成动作了。接下来我们加上手部的动作，跟 V 字步一样，双手往下 ，A 字步走，拍两下，很好，往下摆，手伸直哦，很好，熟悉动作了吗？我们要准备接第二个动作喽，四、三、二、一，很棒哦，双手往上，往上延伸拍。整一下呼吸，再坚持一下，加油！还记得刚刚的后勾脚我们做了什么动作吗？下雨天把窗户关起来，准备喽，继续保持，准备关窗户，双手往上，下拉的时候手平行于手臂就可以了，90度。有没有感觉手酸酸的？有的话就代表你做对咯。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接踏点咯，四、三、二、一。目前还好吗？有没有感觉越来越喘了？最后一个了，加油！原地踏步咯，调整一下。我们会做最后有加上手部的动作 ，A 字步、V 字步、后勾脚、踏点，加油哦 ！A 字步走，下下两个，
么呢？后勾脚，很好。关上腹了，准备关上腹。记得手下拉，不要拉超过喽，这样不对哦。平举，很好。大家动作都做得非常正确哦。准备前点，调整一下呼吸，已经完成这一 round 了，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好不好？可以吗？再做最后一次哦，原地踏步右脚，调整好呼吸，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四。V 字步，开开合合，准备接 V 字，走，准备关上步，很好哦，准备踏点，很棒哦，都完成这一期的课程了。我们接下来先原地踏步，稍微休息一下。原地踏步，恭喜大家，我们主运动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我们的缓和运动喽。恭喜大家完成以上的阶段了。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们的缓和运动。缓和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大吃大喝，稍微休息一下了。缓和的主要目的呢，是放松一下刚刚有运动过的肌群。那接下来呢，就请你们跟着我一起动吧。首先呢，我们双脚打开，与脚尖同宽，膝盖脚尖朝前，膝盖不锁死哦，这样是锁死，我们不锁死，有一点微弯就可以了。那我们肩膀后收，不要驼背，肩线不要保持在稳定的位置，身体也要站挺哦。缓和的部分呢，也一样是身体要维持在中心线的位置。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双手借给我，深呼吸五个，吸气往上，吐气往下，再吸气往上，吐气往下。吸气往上，吐气往下，吸，最后一个吐，再一个吸，吐。右手借我，摸着头，往斜下方看，感觉到这一条肌肉紧紧的，它是在帮助你放松哦。轻轻放掉，换另外一只手，摸着头部，一样往斜下方看，眼睛朝着压下去的方向看就可以咯。在缓和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动作，让你们之后身体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负荷。双手放开，一样回到另外一只。千万不要硬去拉你身体的肌肉的部分，我们一样轻轻压下去就好，不用压到底，轻轻的压就可以了。放手，换一只。驼背哦，身体一样挺起来，脖子往下压就可以了。双手松开，双手合十放在下巴的位置，头往上看，放松一下我们的头部。刚刚的运动呢，也都是非常的紧绷，有看着一直前方的部分，我们现在放松一下头部哦。双手放掉，扣起来。往后放放，往下压。
方旋律，往上看，身体要保持在中心线，千万不要驼背喽。双手放掉，右手借我，旁边伸直，把手扣进来，肩膀记得不要耸肩，把肩膀压下去。手伸不直的没有关系，弯曲就可以了，肩膀要记得压下去哦。身体一样保持在中心线，千万不可以驼背哦。保持顺畅的呼吸，在缓和的时候呼吸也是非常重要的哦。目前还好吗？松手，换另外一只往前延伸，往左边伸直，一样把手扣进来，手伸不直的一样没有关系，弯曲就可以了，记得肩膀不可以耸肩，把肩膀压下去，不要造成肩关节有太多的记得不要造成肩关节太多的压力，记得把肩膀压回去。适当的缓和有助于你们在运动过后不会造成肌肉过度的紧绷哦。来，我们换手，往前延伸，拉进来，记得肩膀哦。好，听着轻快的音乐做着我们轻松的缓和动作。换手，肩膀哦。手放回来，接下来一样，右手往前延伸，往上，左手叉腰，往另外一边走。记得哦，身体不可以驼背哦，一样要保持在身体的中心线。轻轻的把手回来，我们再做一次，左手往上，轻轻把手往下。接下来双手接我，往前环抱，推出去，肚子往内收紧，如果脚会站不稳的可以往外再稍微打开一点，手一样环抱在前面，肚子收紧，眼睛往下方看，轻轻的保持你的呼吸，吐气，慢慢把手往开，往后身体挺起来，记得不可以驼背哦，身体要挺出来。好，双手打开，环抱一起，推出去，肚子收紧，眼睛往地板看哦。吐气，慢慢把手打开。不要耸肩咯，肩膀压下去，眼睛直视前方就可以了。吐气，一样把手打开，环抱前面，往前，眼睛看下方就可以咯，保持顺畅的呼吸，感觉到身体慢慢一点一点的在放松哦。吐气，双手打开，一样往后面，身体挺出来，胸口肩膀一样哦，压下去，今天大家都辛苦咯，记得我们要好好的缓和，双手打开，往下放，记得手不可以压住膝盖哦，压住膝盖会对膝盖造成很大的压力，大腿的位置就可以了。
可以压在膝盖的位置，一样压在大腿哦。按脚，左脚。脚收回来，我们再做五个深呼吸，吸气，吐气往下，把空气吸饱，吸气，鼻子吸，感觉空气已经充满了你的肺部，嘴巴慢慢把气吐出来，最后三个吸，慢慢吐，好，把气全部吐完哦，最后再吸，慢慢吐气。最后一个深呼吸，往上，吐气往下。今天大家都辛苦了，那也谢谢你们的收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喽。